我系沙滩排球运动员 Sonia 江卓怡。打沙排嘅时候咧，其实就中意着一啲细件啲、唔会咁厚嘅泳衣，就会比较舒服啲嘅。而家多咗女仔中意玩水上运动，所以除咗三点式或者一件透泳衣之外咧，其实大家都可以选择着 rash guards 嘅。可以拣翻一啲鲜艳啲嘅颜色啦，咁就会 fashionable 啲，亦都可以拣一啲 crop top 啲嘅，咁就可以令到个身形会修长啲啦。长袖嘅 top 就方便去做一啲比较刺激啲嘅水上活动嘅时候咧，就唔会走光啦。咁呢一啲长袖嘅 rash guards 咧，其实喺某一啲嘅布料上面咧，都会有防晒嘅功能，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喺个领位嗰度有拉链嘅款式咧，拉低咗之后咧，其实就可以睇翻多少少颈嘅肉啦。膊头阔啲嘅朋友咧，其实睇落去就会瘦啲噶啦。其實呢一啲 rash guard 嘅衫咧，同平時我哋冬天著嘅一啲 tight 咧好似啊，咁佢好貼身啦，同埋係輕身好多嘅，濕咗又唔會話重疊疊啊，咁所以係好啱做運動或者係好啱我自己打沙排咯。